们30分钟叫醒。如果今天不是用开关理论的话，我真的没办法说服我自己，为什么有办法啊那么的快速？那我们还有对这个精神分裂，那我们还对这个长期这个中风，那我们也对了什么？我们这个败血症啊，很严重的败血症，全身麻痹。那这几个案例呢？啊，我们有空的时候再播一下哈。重点是在这里，这个我们在协助哈患者的症状改善的过程中，我们的原则是不打针不吃药，都是见到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良知上出现无法漠视的实证现象，既已挑战以往的医学经验极限，中断出现有的知识的匮乏而无法诠释的现象啊。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洁身道应该是康健的另一个选择啊。哎，你不要全然相信我，但是呢你遇到瓶颈的时候你可以用用看啊，也许有更好的东西啊它会呈现。这是我们的啊这个学生啊，这个我们在这个10月18号啊，没几天前啊，我们终于在大陆啊，我们开了一期的一个课程啊。那真的哈，不管是教授，不管是林医师，都希望我们能够踏出一步。其实我一下广东机场的时候啊，真的。两个字，我溃体的，溃体的。为什么要溃体？因为啊，我终于啊，能够啊，这个教授的话，还有林医师的话，我真的花了很多心血，真的做到了，而且是人家邀请你去的，啊，不一样，你自己去跟人家邀请你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哎呀，这时候真的要效法哈。这个武昌起义啊，黄阿刚的这个精神啊，广州哈、啊，真的哈、啊，黄埔就军校的精神，哎，真的是单打独斗，我们很辛苦，啊，去那边，我们几乎啊，几乎整个就在那个没办法出来哈、啊，根本就没有出来玩。这个，这是我们那个一个画面哈、啊，通过这个画面呢、啊，我们会知道、啊，你看这些大概有15位都是大陆大概执业8年的中医师。你看他们的学习，他那个旺盛的这个企图心，不是我们可以比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很感动的就是，5点钟下课，他们不下课，他们自愿不加班留下来，互相研究，研究到9点半，实在是老板要休息了，啊、哦，他们不得不走，不然呢，他们真的，啊、哦，这个他们那种学习的态度啊、哦。实在可以让我们借鉴呐、啊！啊，台湾因为啊，哎呀，上课随时有，太容易了，就不会珍惜。啊，这是一个令我们哈、啊，这个以后要学，可能学这个可能要到大陆去学了，你的花费的成本会更大。这个很多人呐、啊，我还没有去大陆的时候，很多人警告我哈、啊，刘老师，不要被卖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你要留两手，刘老师，这个大陆人是喂不饱的啊！哇、哦，听到太多的话了。但是呢，你从事一个哦，这个教育传承者不能够有这个概念。只要你留一小手，他很清楚，老师隐瞒了，事后了解的话，他会弃之以鼻的。这叫什么老师？何况。我们上完课第二天全天他找出7名他们认为没办法处理的病人，当场你要帮他处理，他们全程录影，全程在那边看你有没有跟上课的情形讲的有没有一样。那你为了要这个有疗效，你一定是全力在做嘛。那如果说你真正有些隐瞒的话，他说老师你昨天上课怎么没有讲，你说你这个脸要摆在哪边去，对不对？大家要了解、啊、
我们要竞争才会进步啊，我们这边要更加强啊，我一系列的这个进阶课程一直要排，排不出来啊，因为你基础级都还没有到位，我怎么能够讲那一些呢？或许大陆他会进阶，他会更早上，为什么？要有竞争才有进步，所以呢，真的大家要好加把劲啊！你看他们连老板都来学，那学完以后，你看分组讨论，那也不瞒你说。这个我刚上完课，他就马上到银行领了10万块人民币，就要丢给我。老师，你先拿钱，用多少算多少，你自己扣，不够再跟我讲。我拒绝了，因为台湾我还有使命，我一定要弄把台湾的人训练成才，然后去那边教他，不要由我一个人来教，因为由我教不一样，由你们来教是更好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尽速的赶上进度，由你们来教，那才会显现我们这种东西疗法的珍贵嘛。这是他们的结业啊，因为他们是专门在做那个高端会员的，你看，最大的是43岁，平常就是36、37的，这个年轻力壮。那回想啊，这一年来啊，我们经历过很多啊。那其实你会发现，我们2012年才成立。我们在教授面前啊，说教授，我们就算这一天才成立吧。教授说，3年前他都在推广的，可是那时候没有成军啊。这时候才成立，我们才1年多啊，我们算是这个还是算是个年轻人。这个我们桃园哈。那个我们那个陈大姐来站起来，桃园成立了，哎呀，办了好几期啊，办了好几期。9月6号，我们在美国呢也准备要挂牌啊，那这是在林医师那边啊，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林医师这里，这林医师的诊所，这个。这是我的感言，这个其实我终身就是以这个为直至，视病如亲，以病为师，以人为本，去帮助迫切需要帮助的人啊。那选择这条利益终身不悔之路啊，再苦呢还是要坚持啊。那我的 slogan 是帮助一个中风、小儿麻痹、瘫痪、精神官能症、植物人康健。等同创造一个家庭的幸福，这是我的 slogan。 那其实这个我们来看一段哈，我整个过程用大概3-4分哈的一个就可以全述。
那个。